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千猫鸟娱乐。近几年来有几部非常经典的宫斗剧，其中《甄嬛传》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，不仅在国内有着非常高的评价，在国外也是好评连连。《甄嬛传》作为一部精品电视剧，里面服装道具都非常精致，其余小主虽有一些服饰发饰共用，总体看不出多大的穿帮，但是有一个人从头到尾只有一身衣服，后来穿的发臭被同剧演员嫌弃，他就是锦汐姑姑。她仅有一身服装，穿了足有4个月没洗。孙茜坦言，锦汐在剧中戏份特别多，如果洗衣服就会影响第二天的拍摄，所以根本没有条件洗这唯一的一件衣服。这件事说起来就真的是永远的痛了，衣服穿到最后都已经破了，特别是袖口的部位破损很明。看来剧组很会省钱，把经费都用到华妃、嬛嬛等小主的服装上去了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。